酒去做腌制鱼肉切丁的动作，腌制为了去除鱼肉本身的腥味，任何鱼种都有一种腥味。好了以后，把萝卜还有玉米一同放进来做腌制，做过水。彻底的过完水以后，我们就把料捞出来。生米下来，好，彻底粉透了，就可以倒到容器里面下锅去。跟上一个一样，米粒尽量浸泡在水里面。